大家好，我们是杀手兄妹。我是谢明谋，饰演十八夫妻嘞。我是夏庆怡，饰演马德莲娜。这次呢，我们在《弄臣》这部戏里面饰演的是一对兄妹。作为哥哥的我，职业是刺客，然后专门杀人来赚钱，利用妹妹的美色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在《弄臣》的第三幕，我就要负责勾引杜卡公爵。那至于最后的结局会怎么样呢？欢迎大家在11月17号晚上7点半和11月19号下午2点半，在台北市的中山堂光复厅一起来看我们演出这部《弄臣》歌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